包括未来的轮控盘，雪白，这是什么？雪白，奶油初恋，微醺柔和，超白。还是不清晰，更清晰了，是吗？微醺吧。上火起的豆好久都没好。Hello， 咖啡啡，你们这两天有看百里的直播吗？昨天我看了看百里直播，又在说我白了，灯光的原因吧，灯光的原因。这灯是不能开吗？哎，哦，他这个灯坏了还亮不起来，看了是吧？说你啥了？我没看这，他嘲笑你的名字串串。哎，说些我不好的话呗。没有，这是在我们家楼下的咖啡厅。哎，这起了个痘，起的真的。我们也喜欢卡卡，谢谢你们哦。就是有些话听听就行了，不用太认真，也不用太相信。好喝不？我也喝白开水。嗯，人家有人家自己，我不喜欢看，很喜欢百里，人家有自己的那些演员的流量就够了呀。Hello， 小九，小九，我们刚才跟我对面的朋友在聊你，他问小九是谁啊？我说小九是我家关特别好的一个朋友。头发终于长出来一点，前两天剪完头发贼屎，就是花了120块钱。就剪头的钱，结果用花的是20块钱的技术，真的是很烦。江江，王十一，晚上好，下班了吧？你们都，我是看看小黑粉，若黄，我这两天看你天天都在游戏在线，你从来就没说要邀请我打一下，你是觉得我太坑了吗？比心，晚上好。我花了300烫个头，半个月就剪了。我现在，你应该很年轻吧？我烫头都是上大学的时候烫，再就没烫过。王者卸载，我刚考了，但是因为有些同学网络问题取消了，下次要重考。考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他在嘉峪关。好，谢谢小泉，谢谢小泉，点点赞就好了。你们可以去点左上角这个小黄心，里面有那个打榜的那个票，助力打榜，你们可以领70票，那个是免费的，你们可以点助力打榜，你可以送出来，那个是免费的，不需要钱，你们可以送一些1毛钱的灯牌就可以了。又胖了，真想一个白眼翻死你。还有对象了已经？对啊，有了，他在上海。Hello， 本哥，想打麻将？没有鼻子，这起了个小痘，快好了。我就是，你就是个屁。浩然爸，店长，浩然爸结婚了吗？是有孩子了吗？对，在外面，在咖啡厅，在我们家楼下咖啡厅。猴子可以吗？军警可以啊，哈哈，胖点好看，打包邮来吧。给你结了是吗？恭喜你啊，好羡慕你们这种结婚然后有儿有女的可以出来浪。你就是，我知道你是啊。若欢现在在天津出不来吧？为啥就我不胖？你们
们没到岁数，我跟你说，我是20多岁的时候，我也很瘦，真的就，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是皮包骨，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发福，然后我就克制，然后开始健身，那时候还是有点胸肌和肱二，这个肱二肱三的，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了了，我就放弃了，结果就开始管不住嘴，迈不开腿，就开始一路的体重开始往上涨，开始发福，然后就开始胖。所以你们经常熬夜、喝可乐、多吃碳水，一定会胖。但是胖了呢，对身体也不好啊，对身体也不好，然后会得三高啊、脂肪肝啊。其实还是要控制饮食，健康长久好生活嘛。我都瘦出腹肌了，我也想瘦出腹肌。对啊，我是甘肃人，出不去了 ，barbecue 了，那就打游戏啊！天天在家打游戏不好吗？听说现在新冠疫情好像全球有3亿了，兰州人啊，兰州人，我的老乡啊！我想胖点，别胖别胖，胖了对身体不好。其实你们喜欢的胖的，我都王者了，懒得打你，刺激谁呢？胖对身体真的不好。你们点点赞哦，点左上角这个小黄星，里面有那个助力打榜那个免费的票，有70票，兰州白银。我是嘉峪关的，20号先到西宁，好久没开什么卡，这什么卡？哈喽奶酪，刚开播，刚开播几分钟吧。明轩说什么？胖的容易三高，对。胖到容易三高，我未成年，你未成年啊？我的管理在吗？把未成年踢出去，我们要保护未成年啊！你们先未成年好好干一些你们该干的事儿啊，好好学习去。谢谢本哥，还有我爱你，若欢，我看卡卡胖什么，胖的这么多人啊！男人嘛，到一定岁数之后。会慢慢变得成熟。我今天3点钟起来，洗了个脸，刷了脸就往楼下跑了。未成年要好好读书哦，真的未成年要好好读书。为啥你没人爱？你们要求太高了，想找的就是你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对象啊，跟你们理想中的对象是不一样的。就比如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，但是你的对象永远不是这个类型的人，然后你的这个小内心啊，就是这个想法啊，就想的是在外面赶紧再找一个，对吧？我说的对吗？所以能在一起过日子的人踏实就够了。理想和现实是不一样的。怎么突然 emo 了？我可没有 emo， 我昨天晚上有点 emo。 昨天晚上10点多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某位导演在直播间里又开始骂我，然后我就进去看了看，我也没说话，就看了看，然后笑一笑，就是说什么说我卖粉丝的保险啊，卖粉丝项链什么的。哎呀，所以很无语。我又不偷不抢不骗不坑，我觉得在直播间里面应该有很多人见过我本人，所以你们要应该是了解我的人或者是知道我的人，都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。所以我昨天听完之后有一些小阴谋，大气没见过，放屁说话你没见过，我还没见过。王者带卡的时候也带我，哈哈哈！哎呀，我瑞阳居然会打野，我都没想到。啊，谢谢谢谢，这个单词怎么读 ？Honey 兼 Honey 吗？谢谢谢谢，我见过你啊，相当不错。哈哈，我在北京，在北京 ，emo 版，狗哥，我在超级蜂巢楼下的咖啡厅，欢迎来偶遇哦。我想要小胖子。你可别吃胖了，若欢，你胖了就丑了。你都不理我，小灰灰，我们又不理你啊。是你们店长，是的，理念不同。所以说，我说我在消费粉丝。我在想，谁不是在消费粉丝啊？现在这个那我做抖音是为了什么呢？你们喜欢我，送一些小心心，送一些礼物，或者是通过一些方式加到我微信。还有一万，
叫有钱难买我愿意。对，有钱难，不要在意那些。对，有钱难买我愿意，那本来就是这样。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开酒吧，为什么要去卖，卖什么呀？那是卖专辑，不一样吗？很烦。我特别想找个机会跟他说说这个事，让他别在直播间再说一些别人的不好。那这个臭毛病一直改不了，他老是把一个标准定得太高了，所以我有点不开心，也有点生气。对面是亮哥吗？对面不是亮哥，亮哥现在应该在家吧。我是靠你带上去的，咋的了？ emo 了？没有小胖子，自己努力成为小胖子。你别，你成为小胖子的时候你就死了，若环死定了。还有几个卡？你有几个号？我就一个，我就这，你现在直播这一个号，我就现在你看到直播的这一个号，其他的没有。对，其他的都是粉丝自己做的这个团队的号，他们自己去做的。哎，掉哪儿了？找着了。哇，340多人了，还就是一个值。你们都下班吃饭了没有啊？谢谢王经纬，你们点点左上角啊。兰州话和我和对象什么？路过兰州的话，我和对象招呼你吃饭了。老乡，你对象是兰州的呀？我本来想去兰州的啊，但是后来发现去兰州机票贼贵，我就先买到西宁了。然后我从西宁回家，关到时候过完年看吧，可能会从兰州出发，啊，然后回北京。我们可以年后见。鼻子怎么了？上火了，起了个小痘痘。和我一起捡牛粪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跟你去捡牛粪啊。你们可以点这个小黄心啊，点这个左上角，然后我20号回去，点这个左上角的小黄心，然后里面有那个助力打榜的那个免费的票，可以点一点。我捡牛粪，够路费回家关过年，哈哈，捡牛粪，记得小卡卡，谢谢你们成为我这么多5029名粉丝啊！因为我年后可能会出一个画册啊，年后会出一个写真集的画册，过段时间年后可能还要去找徐峥去拍一些写真啊。这些写真应该是不会在抖音上放的，到时候可能会以画册的形式销售出去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也可以到时候添加小黄车里面，可以进行去购买。下周四晚上我去机场接你。好嘞，我等你啊。我还没订酒店呢，小九。那个西宁的酒店我还没订呢，因为我还想着披荆女警能去西宁，我没有胖啊。这两天鼻子都快报废了，你是纹 rush 纹多了吧？啊，这起了个小痘痘，小痘痘。住高铁附近吧，很多酒店，我看到了。要过夜，我必须得过夜，因为回家关的票是必须是在第二天才能有。我当天晚上到西宁可能得7-8点了吧，同款痘痘，同款痘，好像是熬夜熬的。我这边也有小痘痘，就这个08这边，哎，真可爱。我家有狗，你本身不是啊？铁锤敢咬我，往铁锤，脸红，心跳加速。我以为凯爷是我们，我不是，不是啊，我需要闻那个吗？Hello，小铁锤，小铁锤，你今天忘给我打电话了？凯爷回家过年了吗？大概20号左右。嗯，大瑞真惨，是贺瑞吗？我要闻，我怕疼。你闻那个吗？主播真好看。Hello， 欢迎我们那个网红徐峥，徐徐峥峥啊，制造明星、制造网红的人啊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去关注一下徐徐峥峥啊，他新的有一个作品拍得特别好。中国风的水墨，你们可以去关注看一下。搞忘了，跟谁在搞？搞忘了。徐峥峥，你睡醒了是吗？我还在想要不要去找你。Hello，看微信，我那个啥，那个，我手机在直播，你给我直接打在上面来。
你直接打在屏幕上了，我手机在直播，那个手机在家放着，我没法看。哎，我好像可以连到我的吧，就是 iPad 上面。等我一下啊，等我一下，我连一下我的微信手机登录。等我一下啊，我们好可爱，居然不知道儿液体是什么。卡卡天天问，我可没那东西啊，都让皇后给没收了。欢迎你好，叫我家豪就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他装的，谁装的？我可没装。嗯，野摩托。哎，你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呀？下班准备吃饭吗？嗯，什么东西？怎么有粉丝灯牌？点这里，点这个位置，加入主播的粉丝灯牌1毛钱，然后里面有助力打榜那个免费的票，你们也可以领一点，然后可以送出来。说不知道R液体是什么，他装的。对，我也觉得R液体你不知道是什么吗？看你直播，谁说你昨天还用了呢？我跟谁用？跟你用吗？得卡爷者得天下。我得去减肥，太胖了。有没有在北京的？哪个好朋友在北京啊？要不要进来一起唠一会儿？哎，我这个手机这个怎么不出东西呢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谁在北京啊？有在北京吗？请就。你好啊，贺瑞先生。好、啊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家呢，我去找你啊。过来吧，我在超级蜂巢，超级蜂巢楼下的咖啡厅。好。多久到啊？半小时了。得嘞，快来吧。啊，我的贺瑞，芝麻二里面的演员，没有印象吗？你没看过芝麻二吗？说我怎么看着呢？我给你看看，很帅的一个小哥哥，超级蜂巢在长秋，我在蜂巢，你又不来？姐妹们冲啊！芝麻一也有，对，芝麻一里面他在第一集里面。柯瑞挺可爱的，不上班我就去了。你就算不上班，你也不约。我觉得在北京，对，我觉得在北京就是这个见个面、吃个饭、聊个天，成本特别高。若欢马上到，你不是在天津吗？你怎么到啊？别说太母那位，他还不错，人还不错。谁说大木？我是不是看到郑凯进来了？哎呀，我来开个，看看打个 PK。下去票，这个票是免费的。啊？就是这儿，点小黄心，小黄心里面有一个助力打榜。这个点这个，然后送助力票，然后这个哦，应该送可用啊，你的人气票已经用完了。我领完是没用的。对，领完就没了。谢谢你们。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？可以问一下啊，我可以给你们解答一下。你们有没有关注一个好朋友叫宠儿，鼻子怎么上火了，起了个小痘痘。单身吗？不是，想问任何问题给你们挑几个回答一下。多喝水。直男。
你是个直男，发现好多问题都问你都没问你，发现好多问题都没问你，什么意思啊？明轩，给黄飞发个信息，你说黄飞来凯一直播间玩。我也是直男，职业男，同性恋吗？我操，你们这帮死拉拉，你们这帮女拉拉、木拉拉。直男加一铁梯。哎呦我，你是要打 PK 是吧？你能把你的衣服先拉一拉吗？穿成这样容易被封哎。穿什么呀？打的，我又没搂裤子，我裤子全是穿好的呀。楼上，要么再播你肯定要被封，我跟你说。两个兄弟。穿睡衣被封啊？什么呀？你还穿上吧。我穿上的呀。嗯，叫我干啥？黄飞来了。黄飞。狸猫。黄飞，便宜货我不吃，咋的？说好了海鲜说没就没了，咋的？要变成吃回锅肉了？我不干。谁呀、啊？谁要带回锅肉啊？黄飞他不喜欢吃，他让我做。谁呀、啊？没有了，怪我喽。约他男神吃饭。晚上吃什么呀你啊？我一点都不饿。嗯、晚上吃。我刚睡醒，我还不饿呢。我那会儿，我下午就是那会儿播的时候才吃了东西的。我也是，我下午3点4点钟吃的，晚上得9-10点去吃个宵夜啊。你吃了宵夜，你要去酒吧，我不去酒吧。啊，不去，你又不愿意喝，你可以来那个谁的酒吧，那个。新卓，就我们那天晚上去那个酒吧。啊？徐，你说河边那个吗？徐正有人要买你的鱼味袜子。徐正有，我不穿袜子的，我不穿袜子。谢谢。内裤呢？我也不穿，我穿秋裤。你要买我的原味秋裤吗？那原味秋裤都是臭的。对，加棉的，就是加棉的那种，要买。我去了哈尔滨就会有加棉的卖，成本有点高，所以会卖的贵一些。现在想听啊，想听有机会给你们讲吧。嗯，在这上面咋的？你要报什么料吗？报什么？有鞋垫儿、啊。我没办法垫鞋垫儿，因为我的脚我脚有点厚，就不是属于很平的，我的脚特别厚，我弹跳力特别好，所以脚，然后脚背高的话，像一般的鞋，如果垫鞋垫儿，厚的鞋垫儿，它会那个脚会有点挤，但是薄的鞋垫儿，而且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说你是大平足不就行了吗？大平足是脚薄，好吧？嗯。你明天是吗？几点？脚后。明天11点的那个飞机。早上11点。那么客气，你要送我呀？我送不了，我起不来，想都不用想。而且，那么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吧，少年。我不会买3点以前的飞机，因为我起不来。我一般要么下午，要么晚上。哎，你们说徐峥输了怎么办？对，我一块头过，那个鞋垫会，那个鞋垫飞出去。跟我居然打 PK， 你这不找死吗？你气多大的？是你说啥？好卡呀！你说啥？让徐峥表白一秒钟变白素贞。好、哦，让徐峥也表演一秒钟，比那人多白素贞可以吗？让他深蹲100，我操！今天还是他卡还是我卡呀？你就想让我表演啥？完了，我感觉我要是我听你不卡呀？我俩都不卡，还是我卡？我卡！哇，我卡，他很卡，哎。行了，我认输了。
没你那儿那么多粉丝，那么几百粉，真的是。我认输，我认输，我认输，我认输。嗯，真的是。呀，谢谢东东，谢谢魏。偷塔，哎，不用了，不用，聊聊天就好了，你不用送东西。你晚上出来吗？明天晚上，明天晚上我去哈尔滨了。何老师，明天晚上你不是明天白天就走了吗？对，那你说明天晚上出来吗？我说你今天晚上出来吗？嗯，你可以来，我待会儿去，可以过来找我聊天。我们在那个超级蜂巢那个咖啡厅。聊啥？这你聊了下午，你还没聊完呢。聊完了，聊完了。哇，那还聊啥？你咋那么多话呢？啊？你咋话那么多呢？还在北京店为啥不开？因为赔钱呀。一会儿那个谁，有他人在友邦做保险业务吗？哥哥，有吧，有吧，但是我不知道。不，我明天去哈尔滨。紧急的话得春节以后才会发售，现在我都还没有准备好。嗯，你要不要过来？你那边太远了。来嘛，这边环境还不错，给你看看啊，这环境很好，你可以在这边修片子。你看，我疯了，我跑修片儿，我在这儿就修不好啊。你看，是吧？还可以修片子，我们做一个比较小的角落。来，我天喝会儿茶。合集还是单人？合集的会放好些人的那个照片进去，然后后边的话会出那种就是系列的那种，先把就是以前有些大家比较喜欢想要的那种照片，然后做进去，然后会就上次发的那个，这两天发的嘉顺那个会作为开篇的那个。哎呀，以后还会出很多像所就是现代版的那种山海系列的，然后神，请问你们兽人系列的那种，请问里面有没有我？你的连肉都没有，你想进去？完了，我这心大还是怎么着？这么啊？对，就是放，知道吧？说啥？你那往那往那么卡，想把我骗过去？想啥呢？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！作为，你那都没网，你居然想把我骗过去？我把我们家没网络都不是了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 ！Hello Hello， 晚上好，各位啊，晚上好。太远了，你发个坐标给我，我看在哪儿。得嘞，老板。Wait a moment。超过5公里我不去。那要超过五。会。来啊！超过5公里不去。你来吧。哎呀！不行，我先下播啊，同志们，我先下播，晚点再播啊。我那个把手机先处理一下，我先下播，我给你发位置，我这手机所有都卡了，哈哈，晚点再播，晚点再播，晚上把徐峥叫过来一起直播啊。然后明天去哈尔滨。